动我的心，叫却情不自禁慢慢的靠近。他含笑的眼睛让我怦然心动，想要把喜欢你说给他听。最远你一动没动，傻傻的等，好想让他发现我与众不同。是否应该主动认他是个女生，他会不会觉得我是在发疯？我到底怎么办，告诉我怎么办，是不是无所畏惧走到他身前，装作书生的脸还是可爱一点，如果被拒绝想想就羞羞。含笑的眼睛让我怦然心动，想要把喜欢你说给他听。最远的一动没动，傻傻的等，好想让他发现我与众不同。是否应该主动认他是个女生，他会不会觉得我是在发疯？我到底怎么办，告诉被拒绝。